请沈署长。徐委员你好。啊，这个署长好。我在中国浙江省啊，有一个宁波，你知道吧？啊，宁波是。哎，反石化的是吧？哎，对，是反 PX 啊。是 PX 是中文怎么翻译啊 ？PX PX 哦 ，polyxylene 是还 xylene 还是什么？二苯 paraxylene 是吧？二苯什么？对二苯。对二苯。对二苯。二苯的。那 PX 在我们台湾国内有没有这样的设厂跟生产的？应该是有了，有啊，但细节我不晓得啊，应该是有才对，因为那是个基本化石，基本石化原料。PX 啊，有没有？他们反 PX 啊？那我们台湾有没有 PX 生产的？第二甲苯呢？应该是有了。有没有？应该是有啊。有。嗯，因为那是基本石化原料嘛，基本。那他们比我们进步哦。啊？他们反对 PX 啊，比我们进步哦。他说这个 PX 为什么？哦，他们的诉求说。为什么日本不要的韩国不要的送到中国来哦，那日本不要的韩国不要的嘿，我们台湾却有，相对上有这样的问题啊、哦、我想这个开发的比较早的国家它比较有的长尺、啊、它反动会少慢慢变少了，有些学生这一个是、哦、死亡是吧、啊、在跟警察冲突当中死亡嘛，我倒没有知道那么细节的东西是吧，所以不要再笑中国落伍哦，他们环保意识比我们强烈啊，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在七零，我请教我们的抗争在七零年、八零年的是，所以我不敢这样。七零年、八零是我们环保抗争最激烈的年代了。那八零年就好了，结果 PX 哦，安全吗？他们为什么反对？那我们有什么生产？哦，那他也可以用台湾的理由说，哎，他这个污染。防治设备做得很好啊，管理哦很妥善啊，所以没有这空没有污染的风险啊，所以让它设厂啊，是这样子。所以啊、哦、环保署出问题。你看在去年度啊，透过事业会气务处理申报管制系统所进行的钩机的稽查管制，一共钩机出异常的有4949家，哦，那么移交环保局就地方政府有3410家，结果，哦，各地方环保局总计稽查了3028家次，只告发了187家次，处分了175家次，告发跟处分率分别6.2跟5.8，那这样怎么去制止这个？这些不良的厂商继续污染啊，告发率跟处分率这么低，3000多家，哦。我想我们的钩机系统啊，就是透过GBS 啊这些东西去，你设的门槛低啊，你我们觉得质疑的就多啊，然后要他去实地查核。对，你门槛要合理嘛，对你既然设那个门槛，就是要求他合乎那个标准。对，你不能说我现在设的门槛低，所以过激的一大堆、那真正处罚的、真正要告发的有20000多家，那不是让你们的让环保人员哦空跑吗？因为浪费人力吗？不是，他们本来就是要去做稽查、啊。那我们认为说，从得到一些嫌疑性高、比较高一点、比别人高的，当然优先去稽查，就用这样的方式去，使得我们它效率可以更高，稽查效率更高。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绩效啊。可以看出现在你看台湾污染，哦，改善有限嘛，还是相当严重污染呢、啊，哦，怎么办？好，再来，啊，再来这个以前的台南县啊，哦，安定乡啊，现在的台南市安定区啊，哦，以邻为壑，哦，在。台南市比邻的这个甘蔗田里面啊，设了一个哦烟埋场，设了一个烟埋场。这烟埋场的渗出水非常的严重，哦，当时引起当地居民的抗争啊，哦，以邻为壑，哦，为什么放在那边？他说这是台南县的边缘地带，哦，它的边缘地带，
是台南市的好、哦、新兴的地带，因为现在医院也盖在那边，因为现在历史博物馆也盖在那边，所以为什么我主张要合并，这是其中之一啊。好、哦，落后的台南县，环保落后的台南县，好、哦、道德落后的台南县，以邻为壑，其实就是你们中央核准的啊，中央国务局核准的啊。这个也不是当地的废弃物啊，这什么废弃物？那个时候口蹄疫嘛，鼠猪嘛，通通埋到那边去嘛。它是一个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嘛。对，原来是事业废弃物啊，但是那个时候口蹄疫啊等等问题的时候，哎，没有地方放，哎，就千里措施，偏里形式，就通通放到那边去啊。就现在渗水严重啊，那你现在处理怎么样？有没有追踪？有没有报告一下？请我们总队长。啊，跟委员报告有关安定地区啊，这个是联合的渗出水集中处理厂啊。哦，那当初是因为台南县哦，必须要解决永康市18个乡镇的垃圾处理问题哦，所以在这个当然，它台南县是在喜县溪的旁边嘛。委员所讲的就是正好非常靠近台南市的地方哦。那设了这一个联合的一个渗出水的污水处理厂，那目前也取用哦，我们也一直都有在督导它能够完成哦。那实际的掩埋面积本来是分三期啦齁，那现在只开发第一期 2.93 公顷而已，所以哎正在过去二三期的话也是因为民众抗争所以停下来。那现在台南县跟台南市合并了。那个、了嘛、啊、是。你从这边看过去是甘蔗田啊，再从那边看过来人家豪宅齁、哦、满足这个南科满足科工区所要的科技新贵的居住的豪宅都在周遭林立、哦、然后现在安南医院也盖了，历史博物馆也在附近，这个恶臭一飘啊，通通闻到了、哦、你还不主动停下来，还不主动做渗漏处理，还要想以拖代变，还要继续做，而且那时候进一步的全这个偏离形式，原来是这个事业飞机啊，结果是死猪啊，死猪通通把它放那边、哦、结果渗水严重、哦，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很乌龙吗？所以啊，现在从长计议啊，做一个重新检讨，不要说哎，不管它，没事了，哦，影响该地区的发展很大，真的、啊，以后害人家房子卖不出去，以后害人家，哦，这一个历史博物馆的观光客闻到恶臭，你看怎么办？附近而已啊，然后风一飘，哦，味道就闻到了，你还当成没事？署长。我觉得有没有道理？该处理吧、啊，答应处理了，答应处理了，我要去勘察的、啊。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请吴秉睿委员咨询，请吴秉睿委员咨询，吴秉睿委员不在场，请林德。